所以，我们行者知道，在这个人世间，世界上一切的起伏，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在人间，啊，碰到这个因缘了，烦恼升起了；碰到那个因缘了，烦恼升起了，就是在因缘当中生存，在果报当中啊生活。你们看看我们。 哪一个人不是在果报当中生活？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受着你过去的果报啊？你们今天胃不舒服，是不是过去没有好好的照看好自己的胃？你们今天要改掉你们身上的烦恼，改掉你们身上的毛病，痛苦吗？有些时候像剥一层皮一样痛苦啊！要改吗？要改了。 我选择了佛法，我选择了成佛、成菩萨这个道，我就必须要改变自己，因为我选择了佛法。这就是我们说，不要受到社会上的染浊。学佛的人绝对不能受到社会上的染浊。别人怎么想没关系，我就是这样好好的修，我就是好好的努力。 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就是要做菩萨。别人用人间的贪嗔痴慢疑在生活着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，而我就是用菩萨的慈悲喜舍，我这么生活，人家骂我傻子没关系，啊，情愿做为众生服务的傻子。 这就是你的坚强的这种毅力和信念，来克服你的障碍啊！所以，我们学习佛菩萨，就是要学会把佛陀的光、观世音菩萨的热啊，所有护法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应该拥有的九世田中的智慧。 洒向人间，救度众生，来帮助别人，一世修成。你们想想看，能够帮助到别人一世修成的人，他能不能一世修成？啊，这就是利人利己。所以我们要让每位众生生活在快乐之中，要脱离痛苦，把自己的心。 要变成光明心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光明吗？光就是能量啊，明是什么？日月呀，啊，明就是我白天也很懂，晚上也很明白。那么你就是个明白的明吗？所以一个人要懂得，我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已经明白了。 自己的心明白了我的到人间来的任务，我们就是来度众生、学佛、来改变自己的。我们不能像有些凡人一样，在人间红尘当中，啊，结缘了什么我就去做什么，啊，给了你外层了，你又去做这个外层的事情，所以人生。 一定要懂得啊！很多人间的东西，你不要把眼睛睁得太大。当你看得太清楚的时候，你眼睛睁得太大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人世间的一切假象看成是真的了，然后你心中就会有烦恼和障碍。啊！你相信自己能改吗？能改就是个好孩子吗？ 你不能改，你就是个坏孩子吗？你只要相信这个世界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我不把这个人世间的暂时的给自己造成烦恼的任何事物和人，把它看成真的，只是暂时的烦恼和障碍，那么我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啊转折。 就会有一个转变，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。所以学佛就是要用心来解脱啊！我们每个人要用心来解脱。你的心到底想解脱什么？你还在做什么？你的心是不是明星？啊？你的心是不是还在沾染着一些人世间红尘的？ 五欲六尘，是不是沾染着很多的污垢啊？所以要灭度自己心中的烦恼，要让菩萨的智慧散发出波惹的无限的光芒，把自己都忘记了，把自己都变成空无了，你就得到菩提了。所以得到菩提智慧的人，实际上。 就是世间一切智，你都拥有了。所以你去看，能解决人间很多烦恼的人，这个人拥有的是菩提智慧啊。拥有菩提智慧的人，他可以解决一切烦恼啊。很多人念经，想通啊，完全放下，懂得如理如法的去修，如理如法的。 去行佛道，你这样就能得到解脱，你这样就能走入至善的境界。所以佛陀为什么称我们很多人叫善男子、善女人？因为一善皆百灾，因为善就没有恶，有善的人是善男子，就不能有恶行。所以佛法的。 这个传承，它能起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、大智慧。所以每个人只要得到了佛法，你就是已经拥有和进入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、大智慧。